盘，巅峰第十。逆风依旧能用猴子翻盘。就在昨晚，锤谋又打上巅峰前十，并且是本赛季首个上2500的猴子。没想到这关键局队友发生内讧，互相问候，锤谋还能冷静应对翻盘，成功晋级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锤谋的猴子究竟如何能达到如此成就。这把同队绝活哥战斗鹅，虽说阵容不好，但好在自家都是战力。进入游戏，刷第二波蓝区时，战斗鹅拿下一血，但很快司空震被抓送出人头。于是想着和鬼谷子打个出其不意入侵蓝区，但赢躲掉控制并喊来队友包夹。锤谋边打边撤，等队友过来接团。身法收下驴打滚，可惜上路被两队一拿下，依旧落后一个人头。于是三分多钟来上路帮忙，一个跳棍就秒杀公孙离。接着趁机开暴君，拿下暴君，本想再收个人头，可惜让驴打滚跑了。等到五分半再次来上路配合鬼谷子拿下公孙离。等来到中路，司空震再次被抓，锤谋想中路开节奏，没能拿下驴打滚，还被对面打野过来收下鬼谷子，有点亏了。等到七分钟已经逆风了，鬼谷子蹲到几人将其秒杀挽回局势。然而锤谋出来带线时，队友被开送出两个人头，等赶过来时见司空震还在打，于是绕后包夹一波。没想到没能收割，反而送出人头，再次逆风。没必要打人，我都不在。复活后，战斗鹅与司空震探讨起来，也为后面争论埋下伏笔。等来到九分多钟关键时刻，双方在中路爆发团战。最终被团灭，陷入大逆风。锤谋也忍不住加入压力司空震一句：“你真的人机。”而司空震还在反驳，也让战斗鹅含怒开麦问候。帮不帮你是吧？你不然就啥愿意？我那老子开喵的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你五号位选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，兄弟？我一直坐牢，我说啥了？你当时上路有啥用啊？不过锤谋不理会两人，抓掉公孙离，于是连忙换大龙稳局势。鬼谷子为了吸引仇恨，被几人集火拿下。锤谋想进草埋伏一下，被发现。我又没有，你又没有，我为啥不能叫啊？ 你不是喜欢叫吗？你喜欢叫，我咋不能叫啊？我前面，你这个喜欢半上的吗？我的下路这么过来，你问我有用吗？我都说了，你帮我难得有用吗？帮你！奋力反杀打野，两人的激烈讨论还在继续。战斗鹅更是火力全开。你是不是脑子被电傻了呀？你怎么脑子被电傻了呀？复活后，锤谋一心想着前十，出来找机会被对面包围。好在极限换掉对面作用最大的射手，锤谋实在忍不住劝慰司空震。司空震啊，兄弟啊，我说实话，你来点作用就赢了，真的。你走两下就赢了，你来点作用。哎呦我真的不想捉你了，现在。司空震嘴还是挺硬的，没法有作用。好在战斗鹅留下打野，队友顺势追击。最终战斗鹅顶着伤害，又让驴打滚留下。复活后，锤谋赶紧开麦提醒司空震：“你驴子捆了，兄弟，他就在你脸上了。”而这条暴君也成了局势走向的关键，双方因此相互拉扯试探。锤谋看准机会，打出本局的高光时刻。冲，兄弟们！最终锤谋逆风翻盘进前十，拿下！翻盘！这就是我巅峰第十。